B 站同TVB 搞跨年晚會咧，都係開始咗最近嘅事咧，最近幾年嘅事啦。咁特別係今年，因為特區成立25周年，大家諗香港電視台諗邊個咁，就哇一定要同 TVB 合作咁。變咗今年有好多唔同嘅網絡平台同埋電視台都會係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嘅。咁 B 站我哋其實商量緊好多唔同合作，包括電視劇。咁所以只不過大家可能轉一轉一啲唔同嘅形式咁樣，並唔係話一個晚會定係乜嘢。其實反而大家唔好聽咁多傳言，不如聽翻官方嘅發布，你就會知道其實比你想象中更特別。係啊。